又开始逛大街了。今天逛的是韩春河大街，拍期小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。现在是上午10点。15块21元。我这么狠的，他那个别墅熟了，他这边刚解冻，19。什么鸡啊？三黄鸡，三黄鸡。这个是什么梨呀、啊？红梨。红梨。红梨。这个怎么卖呀、啊？6块。6块钱一斤。压个头彩虹梨。彩虹梨。彩虹梨6块钱，没籽没核没渣，个个梨。看看这人，真不少。多少钱？1.5块一斤。个儿长的都甜，不是一个味儿啊。你问我有面皮。这个太火了。不挣钱。白玩儿。太便宜了卖的。这啥情况啊？90后出摊了。你过去瞧瞧啊。见一面这么容易啊。好家伙，好长时间没见着了。挺长时间没见你了。啊，这个咋用了？你跑哪儿去了？家里不开个饭店吗？好家伙，大老板。家里有人。又开个饭店？嗯。行啊你。没事，下午在那边，上午在这边。我上个集过来，我看你妈在这卖呢，我没见着你。还没上个集，我闺女肺炎住院。好家伙。住了。不到半个月，看了他家鸡。哎呦我去！光吃。今天卖几头啊？1.5头。啊，卖光了。卖光了。咋卖啊？今天？16。你卖的便宜啊。我妈卖多少钱呢？别人卖17、18呢，黑猪。我卖赔了呗。我家住一。我买那个猪店买19就行。那你卖真不贵。我前两天去哪儿？去天元大街都17、18。瞬间我就不开心了。我这还挺开心，快卖完了要回家了。瞬间我就不开心了吧。你卖猪都抽上烟了。看看啊，这猪都抽上烟了。前面就这块了。这块也是后边，但这个是爆骨肉。你看看这是西瓜咋卖？咋卖的西瓜？1块的，1.5块。8块。最后得拉到7块，你卖8块啊？算那8块了啊？这是豆皮儿。豆皮儿。今天大蒜8块、9块、6块，大桃10元3斤。2.6块。西兰花4块钱1斤了。今天卖瓜的真多。这个是10元4斤，刚才那5斤，还有6斤，还有7斤的，啥价都有。这是我囤的，我不囤点更贵。老天那老爷子说超市卖5块，我给人5块也不贵，他本身批发都4块钱了，人家不得挣点吗？大挣点钱了。这我囤的卖3.5块。多少钱？这一捆10块钱。10块钱，南瓜啊，3.5块一斤，我有5块，人涨钱了。我哪回都5块吧，10块了，批发都这个价了，像北京批发地现在是4块了一斤，这是我自个儿存的，卖这价还能卖，要不都卖不了了。涨钱了，不是五块啊，10块钱，10块钱一捆。
不买多少钱呢？零不买，不卖。怎么不卖零的？拿哪都行。多少钱？十块一块。一会儿吃快了，长得真猛。咋不猛了？咋都十块钱？没辙，那没招啊。菜也涨，青菜也，青菜都涨钱了。叶儿只要是叶儿菜都涨钱，全涨钱了。但现在今年这行情是得到头十月一能落点儿。这个当劲儿的基本下去了，问题是正当劲儿的菜全都让你活了泡了，那是我没招啊。没到头十一，劲儿菜稍微能下来点。算下来到现在已经涨了一块七了，就这是今年的算，这个今年取完干蒜到现在已经涨了一块七。十块钱去？十块一捆。咱交吧。我这不卖零的，一卖都一捆。一斤涨了一块七。一斤涨一块七，对，姜都涨钱了，就昨天都九块了。姜没涨那么多，姜涨了两块钱了，两块钱，一下涨两毛钱，涨姜。蒜涨得快，今年保什么来着？十块钱一捆。今年这大棚涨得真厉害，原来卖五块，现在都十块钱了，涨一半。呀，姜哪卖呀？涨九块。好像涨钱了，原来卖八块钱九块。加六块五。紫皮大蒜六块五。飓风十元二斤，五块钱一斤。五块钱一斤。便宜了。便宜了。上个季还卖七块五呢。卖的十块钱二斤，请那头里边，上个大西瓜，一块五，一块五一斤，都是刚打开的，真的吗？都是刚打开。刚才我自个儿都忙不过来，看二斤的。来这边，或者来这边，这边皮厚点，这边西瓜也涨钱了。来这个，又差点钱。十斤左右，十五，八把西瓜十五，大概二十，多少白二十？嗯，这算什么味儿？这新大料可多，那干太干了。咋卖呢？现在花椒？啊，七块钱。十块钱一两。七块一两。七块。大料十块钱一两。七块。三两，七块钱一两啊？对，七块一两啊，我以为十块。看看气灵，回来我吃三块钱一斤了，好家伙！前段时间卖一块一块五，你看我这个二十五块大瓜，哈密瓜三块，他家那个西大瓜一块三，二十五啊，二十五块九，二十五块九。七块七，今天西瓜卖真快。又来一个，哇，保一好。给七块钱行吗？不行，挣不了多少钱。十七这个。那肯定有一边的，哎，你们调出来。是的，我说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都这样，十七。谁家是七块七，你的是七。海南芒果六块，山竹十三，榴莲十五。你给我打我们小孩尝了呢，三十八，多大个？那是公的。好 ，Hello。公的多少钱？啊？公的多少钱？你们公的就三十八。螃蟹三十八。八个尾。满黄。呀，干嘛？麻辣羊头羊腿怎么用？这不是刚炒的吗？这不是刚放这了吗？太热了。我这一口。我没大。
大虾100块钱五斤了，五斤100块钱，便宜了啊！给，超级版的啊，100块钱五斤，咱整个大鸡啊！哎呀，哎呀哎呀哎，咬上了哎！100块钱五斤，抓紧时间啊！最少买50块钱的，少不买。1.5块一斤，最少买2斤半，少了我也不卖。1.5块一斤，你不看了吗？这白带的跟你说，也不坑人分量。1.5块一斤，实打实。就是咱家这冰箱里就还有呢。没弄完。100块钱5斤。一升款50元。一斤生产15元。五斤虾，鲜虾没一根刺，这个肉嫩，25一斤。这个是个肉块，那个肉嫩，三片肉，一点吃两个没刺的那俩。对。我卖大半头。这饼多少钱？10块一斤。10块一斤。来上3斤。这大饼，酱香大饼。装一起啊！啊，那汤块装一起，装一起吧。这一张饼是3斤的，差不多。我给你加看看，29。哎呀，差了一点儿啊！差一点点。多久啊？好，酱油饼卖真快。酱油饼，这丸子是什么馅的呀？萝卜丝。要多少？怎么卖啊？10块一斤。排长饼。刚刚从大鸡出来，这天也太热了，看看这衣服湿的。今天逛的是韩准河大街，每周六周日的上午，短视频给大家分享到这了，拜拜。